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72面啊，172面。从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唯此尽宗一尘愿海，六字洪名，十劫十生，万修万去，故甚于今，且一往生必证菩提。二，法灭唯此经度生。三，凡圣念佛其等，俗超其诸身于偏也。故云：真舍利益，无过于此者。昨天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时间到了。这一段的意思很深，而且非常重要。前面说了本经具足三种真实。第一个是真实之际，这是说的是经之体。经之体都是自性流露出来的，无时从意识里面的发生的，我们六道凡夫，包括设法界的有情众生，这里面有佛，有菩萨。所有一切的思想都没有离开心意识，换一句话是从心意识里面流露出来的。心意识是妄心，阿赖耶。妄心也有体，妄心的体是阿赖耶。阿赖耶是藏识，莫那是执着，是一根。第六是分别，是意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个妄心。阿赖耶是以自性变现出来的，所以相宗讲他了，半真半妄，他的体是自性，他的作用跟现象呢是虚妄，这是一念不觉嘛迷了产生的现象，迷是。不是真的，迷是虚妄的。所以一切经体呢，佛与化身菩萨，这从自性流的。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同一个性体，真实之际。那么这个经里面最重要的是跟我们讲真实的利益，利益是讲现前的，现前迷失自信的众生千差万别了，每个人不一样迷的不一样换一句话说，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
在学校念书，同一个班级，四五十个人，同学。考试起来，还有第一名到第五十名，没有两个人是同一个名次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根性不相同啊！所以佛才大慈大悲，为我们开方便之门，这就是真实利益。为了每一个人的真实利益，每一个人真实利益都不一样，就开这个法门84000法门，84000是从纲领上说的，就是有84000种，每一种里面无量无边所以四弘誓愿里面讲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无量是真的，不是假的学这个干什么呢？不是为自己，是为戒引众生这才学无量法门。要为自己呢？为自己，这就是圆成佛道一个法门就行了。哪一个法门呢？从理上讲，门门都行但是从你根性上来讲呢，你会有难易的差别如果不切你的机，你学起来就难，不容易成就。如果切你的根基，修学起来方便容易，你这一生可能就得到很殊胜的受用那么单单讲奇迹阿弥陀佛这很特殊这不是一切诸佛都想到的佛也没想阿弥陀佛想到的时候不是在成佛想到的，成佛没想了，因地做菩萨的时候见到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有六道众生这个我们在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里面看到多太多太多了有没有没有的呢？有确实有诸佛的清净世界他们那个世界里头没有十法界，没有六道纯净土，没有秽土也有实际上讲呢也不少但是有净有秽，有善有恶，这个数量至少也是一半以上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很可怜他未尝不想超越轮回，出不去
啊，法藏比丘发了这么一个大愿，想出一个法门，普度众生。啊，总的纲领原则没变。你要度众生，先要度自己。你要帮助别人，你自己没有德行，怎么帮助别人？啊，你要有德行，你要有智慧，你才能帮助啊。啊，所以法藏比丘在因地上发的四十八愿，这个四十八愿其他诸佛没有，这四十八愿为谁发的？谁发的呢？专门为六道众生。四圣法界虽苦啊，那轻得多啊！啊，他们修学任何法门，证无上菩提，是指日可期啊，有指望啊，那个不要紧啊。六道里的众生没指望啊，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啊，所以要特别为苦难众生发的愿啊，无界的修行，这是从时间上讲啊。啊，无界修行，修什么呢？每一愿都圆满了，啊，这个愿望啊实现了，真的能普度众生了。罪业再重的众生啊，除非你没有这个缘分，遇不到这个法门。只要遇到这个法门啊，具足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啊，因缘就是你遇到这个法门。善根是能信，能愿，你相信，你发愿求生净土啊，能行，肯念这一句名号啊。昨天我们一堂课着重在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把世尊一代教学皆归在名号上，诸佛所以出现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莲池大师这一句话讲得好啊，其住身于片也，这个住身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师。你看，就一句阿弥陀佛，跟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地位平等了，其实真气就向他们看齐了，这还得了吗？啊，这些话确实难信的，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你要真能信，那恭喜你，你这一生成佛了。啊，黄念老不容易啊，
把古圣先贤对于世尊一代实教看法归纳演绎直视出这一部经，在一切经里头，就真实利益来讲，它是第一部经。超过《华严法华》。变成真实里面的真实，这还得了吗？我们确实是有心，当然这不是偶然的。佛法讲因果，因果的道理非常深。你今天能够听到这个法门，听到这一句佛号。看到这部经典，过去生中，多生多劫曾经学过这个法门，否则的话，难信之法，你怎么一听就会相信？怎么这么容易呢？所以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你就不会接受，你不会相信，你也不会发愿。相信发愿时，你也不会把一切法统统舍掉，舍得那么干干净净。最后怎么样？最后就是一句名号，他就成功了。这不可思议。这是特别说出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不可思议。十个人至心信要，十个人就往生，一万个人往生。这个话是善导大师讲。万修万人去，一个不漏而且这个佛号还能多久呢？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看我们现前学佛的这些莲友，有真干的，万缘放下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四个字六字都一样，都没关系。一心称念，他把什么事都忘掉了，都丢掉了。我们在古今行门当中来观察，不超过三年，时间不长啊。他就成功了还有最快的三天，最晚的不超过三年。还有什么法门比这个更殊胜的？你说把这个法门摆在真实利益里面排在第一，有道理真的是第一了没有听说修华严三昧的时候三年成佛的，没听说过，法华经也没有听说过三年成就的更别说三天了
这个道理，这一桩事情，殊胜当中的殊胜，无比的殊胜呐！我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不学了。古人说得好：“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我过去讲这个经讲了好多遍，我也常说，我们把所有经教法门统统放下，现在什么？现在把这个抓紧了，我先到极乐世界。法门要不要学？要学。什么时候学？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再学。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无量寿了，有的是时间呐。我们在这个世界时间短促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只要把德行扎好，这个根扎好，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儒释道三个根，只要把这个搞好就行了。然后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得力了，没这三个根，这一句阿弥陀佛有口无心，不得力。所以念佛那念了不少年了，为什么烦恼习气还这么多呢？不得力嘛。这一句佛号依旧降服不了烦恼习气。可是如果有如是道三个根，加上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有能力降服住烦恼习气。你三年念下来之后，清净心得到了。说实在的话，往生能不能往生，这个经体上讲了三个条件：清净、平等、觉。这三个得一个就能完成。心清净则佛土净啊！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清净心现出来的。阿弥陀佛的清净心现出来的，也是我们自己的清净心现出来的。清净是第一层功夫。得清净心了，决定生净土。凡圣同居土啊。得平等心生净土，方便有余土啊。开悟了，觉就是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你看看，这经体上的我们平等觉不容易做到，但是清净心不难做到。只要你真放下，清净心就现前。拉拉杂杂的事情别搞了。佛门八万四千法门，学莲池大师。八万四千门呢，让给别人悟，自己不搞了，自己专念阿弥陀佛。叫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八万四千行饶于别人行，你们谁去愿意行，谁就先去，我不找麻烦了。我根很钝，比不上你们。我就这个认定了，就这个法门，一生决定不改变。实际上真的来讲，难就难在放不下了。这个经典讲的这么详细，它最大的一个利益是什么呢？
你真正搞清楚、搞明，你就肯放下了。啊，帮助我们看破，真看破就放下了，不干了。啊，决定往生净土。啊，所以从利益上来讲，啊，真实利益呢，故身于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这第一。啊，没有能够啊超过这部经的，而且在底下给我们说三桩事情，显示出他的殊胜。第一个，往生必证菩提。你看，生到极乐世界没证呢、啊，老师慈悲呀，老师是阿弥陀佛了，老师将他自己修学的功德加持给我，我就变成什么呢？阿惟越智菩萨，啊，这是老师的本愿，到那里去一定得他的加持。啊，阿惟越智不是自己真的的，啊，阿惟越智是什么人往生真的呢？清净平等觉，通通具足了，往生就是阿惟越智。那不是佛的加持，那这往生这三个条件，我们只有一个，我们只有得清净心啊！啊，平等跟开悟还没有啊，那这个往生就得加持，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智慧、神通、道力，一真庄严，都跟法身大士无二无别。这是弥陀加持的。啊，通常我们晓得佛力加持。是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成正比例的，我们有一分功德，佛加持一分，我们有两分，佛加持两分，跟你自己修的恰好。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得到清净心，这个加持就太大了，加持到阿惟越智啊！啊，阿惟越智当然也有等级，这个我们从理上能知道。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凡圣同居土，加持大概什么？华严经上讲的是诸位啊，如果是。我们能够得到平等性，不但清净平等了，平等是没有高下了啊！对一切众生一律平等看待，这是什么？这是菩萨了。那我相信佛的加持一定是加持到十地菩萨啊，十住十行十慧一样十地啊，如果是清净平等觉，通通都得到大乘，那就不必加持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就了，可是还是有加持。比如说你是在十报图里头，你是十住菩萨，可能得加持到十地菩萨。啊，十行十回向啊，也加持到十地。
应该是这样的，这才能讲得通。啊，那么初住以上就是阿惟越致。啊，所以阿惟越致这里头包括41个等级。啊，从初住啊到等觉都叫阿惟越致。啊，也就是超越方便土啊，方便土是四圣法界，同居土是六道。是六凡，你看这个多殊胜啊，多么不可思议！所以往生必证菩提，而且快速啊，这跟诸佛刹土来相比啊，非常之快啊。观经里面讲过啊，观经讲最低的位置。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那边修行，修行多久，你自己真正证得阿惟越致，不是加持的，自己真正证得的，啊，也就是说，像在我们这个世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到这个层次啊，这个层次就是阿惟越致了啊，《华严经》里面初住菩萨了。要多少时间呢？12劫啊！你要记住，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啊，无量寿是12劫，在他们看见好像我们这12天一样。哎，就这么个信心，啊，他就证得了。啊，这必证菩提，啊，这个菩提是妙觉位也。啊，第二个呢，发灭为此经度生，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过去了。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末法刚刚开始，现在也过了1000年了。啊，照中国古人的讲法，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37年。啊，所以12000年已经过了3037年，向下我们算整数吧，这9000年的时间。啊，9000年之后发灭掉了。啊，诸位要晓得，佛的经典呢，在这个地球上不存在了。你再也找不到了啊！可是还有一部经，最后面啊，这一部经在这个地球上还可以延续100年啊！这一部经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只有这一部经度众生，遇到这一部经都能得度。啊，第三，凡圣念佛其等啊，圣人念佛是哪些人呢？四圣法界圣人，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念佛往生净土。我们六道凡夫里面的人念佛，乃至于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
只要念佛求生净土，都能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地位是平等的。西方极乐世界平等法界呀，所以我们在今天要练呐、啊，就练功夫啊，练什么功夫啊？练心目当中看一切众生平等，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呐、啊。我比别人高，别人不如我，这个不行呐、啊，这个。烦恼习气障碍你往生，真的不是假的。以前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念佛的人多，往生人少。台湾台中莲社是他老人家创办的，一直他老人家就是莲社的导师啊，莲社的莲友。我离开的时候差不多已经50万人了，台中民间团体里有规模最大的。啊，都听李老师的教诲啊。啊，老苏告诉我们大家。啊，台中莲社莲友念佛的人这么多。10000人当中真正往生的2-3个而已。为什么不是万修万去？啊，不是经上有问题，不是念佛方法有问题。啊，是我们自己出了毛病，跟往生真正的标准有了差距。啊，往生真正的标准就是这个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啊，我把这个字分在三土，不算常寂光土。啊，清净心生同居土，平等心生方便土。啊，觉悟大彻大悟啊，生十宝庄严。这一点很重要啊！啊，念佛要用清净心念，要把这个清净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一片清净，永远是清净。啊，华严、还原观上。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我们这个染污啊，跟这个傲慢的习气非常非常严重怎么能够回归到清净平等是心得自信本来是清净平等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是心得啊，也就是说我们迷失自信太久了太深了啊，还原观上难得了告诉我们宇宙的缘起看显一体
其二用，是三变，好啊！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这个染污的习气错了啊！把自己看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矮，也错了啊！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是平等的。不但我与人平等，我与蚊虫蚂蚁都平等。啊，再往下去看，我们与一粒尘沙都平等，与一切法通通平等。啊，一切法不离自心嘛。大乘经上佛常讲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啊。心平等，法怎么不平等呢？啊，哪有不平等道理？啊，不平等什么原因？是没肯放下，啊，烦恼习气放下，平等心立刻就显现。啊，莲池大师在苏超里的这一句话，尤其要时时刻刻记住。你看，你能够记住，你才真正知道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后头这个结论，故云：真实之力，无有过于此法者。事出世间一切法，讲真实之力，只有这一法。持名念佛，我们再往下面看，又本经。能会震慑之力者，原有经中开化了，皆是震慑之际，极乐妙土啊，正是弥陀住真实慧之所留行。这把三种真实都说出来了，这三种真实有连带的关系。绝非偶然呐！啊，这一部经能给我们真实之力，这个慧就是戒律啊，给我们真实的利益，是缘由经中开化。啊，缘由是理由啊。什么道理啊？经中开示，经中的教化，通通是真实之际。都是称信之谈啊。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住真实慧。所流现的，从自信信的里面流出来的，示现这个净土啊，示现这个道场啊，这个道场。我们也常常是跟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场是一所学校，凡夫一生成佛的学校，
啊，这个地方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解决一切问题要智慧，智识不行。今天这个地球上的哲学跟科学都属于知识。啊，知识再发达，世界的动乱解决不了，地球的灾变解决不了。啊，什么能解决呢？智慧能解决。知识解决问题都有后遗症啊，智慧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所以佛陀的教育是真实的教诲啊，佛门称宗教，我们就中国人讲宗的意思，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事出事情无与伦比呀。真实之理，真实智慧啊，这是我们要认清楚的啊，认清楚你才对这个教育你才会重视，你遇到了如获至宝啊，你抓到再不肯放松啊，一定要成就啊。如往生论曰，三种成就愿心庄严，这个三种，佛土、佛、菩萨。佛土是一宝，佛菩萨是正宝，一真庄严。啊，这个是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找不到的。那《华严经》不是说诸佛刹土很多似的，我们都看到了啊，都读过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染净，有善恶，染净善恶平等的没有，在极乐世界染净没有了，善恶也没有了，到达极乐世界就平等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真的大乘教上常讲的生佛平等啊，众生跟佛平等，生佛不二啊，生佛一如啊，为什么我们能想象得到佛法里面讲第一谛，他们都达到了这个境界啊，第一谛是什么？能生能现的本体
自性清净圆明体一个体，它怎么不平等？啊，义正庄严都是这一个体变现出来的。为什么在他方世界不平？他方世界人迷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如果知道事实真相，怎么会不平等呢？啊，我们今天知道了，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把清净心找回来，把平等心找回来，啊，怎么个找法呢？哎呀，法太妙了，见到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啊，双手合掌，南无阿弥陀佛，清净平等都在里头。觉虽然没有现前，觉也在其中。你看这句名号，这个修行的方法妙不妙？啊，清净平等觉就在一句名号里头。啊，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事什么状况出现的时候，你只要念佛，你就得佛力加持。啊，一切状况呢，自然有不可思议的智慧，就佛力加持你。佛是用什么加持你？真实智慧。哎，你就能把问题很轻松、很容易就解决了。啊，这一句叫六摄入一法具故。啊，简单的是入一法具。一法具者清净具。这一法具我们懂得，这一法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清净具啊，为什么他会把清净心念出来？你要是真念的话，很容易就念出来了。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其他全放下了，清净心现出来了。84000法门里头，要放下是真要功夫。为什么？人这个烦恼习气太重，无量界熏修成就的，哪有那么简单就放下？啊，这就是修其他法门难处。啊，阿弥陀佛，这是个很方便，你心里都不能没有念头，总会有念头。啊，叫你把所有的念头都回归到阿弥陀佛。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啊，这一句是清净句。无论从理上讲，从事上讲，都讲得通。啊，理是真实之际。啊，事万法归一。我不再想别的了，我只想阿弥陀佛了。
啊，问题是什么？这是真干呐、啊！你干别的，记住，你搞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你用这一句名号把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换过来了，你走的是成佛之道，你走的是无上菩提之道。啊，而且恭喜你，不出3年你就成就了，这还得了吗？啊，下面说，震慑之际者，无为法身也。极乐一正者，真实智慧之流现，一切真实故能会以真实之力。这个一切真实什么意思呢？一切全是自信啊，跟自信清净圆明体完全相应，这叫一切真实啊。啊，这个圆满的相应，究竟的相应是谁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做到了，所以他的名号也相应。啊，名号就是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他的名号。名号就是无为法身，法身就是无为名，这个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在前面这一堂课里头讲到啊，啊，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设的一切经教。不是释迦牟尼佛49年了，啊，当然也包括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都可以回归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为什么？因为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把明心见性的境界活盘托出，详详细细讲给我们听听。啊，他老人家开悟的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为我们说出来了。啊，最后华严的圆满，这是怎样你才能够像释迦牟尼佛、像诸佛如来一样，也能够契入华严境界？啊，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幕后，普贤菩萨10大愿望道归极乐。啊，所以华严得到净土啊，才算是圆满呐、啊。如果没有净土，光说那个境界，没有人能证得。啊，那真的只能说是上上根人有份，上中下都没份呐、啊。啊，普贤菩萨这也道归极乐了，不但普贤菩萨，文殊菩萨也不例外。
文殊菩萨到在华严经最后也是发愿往生净土啊，亲近阿弥陀佛，给我们大家做个好榜样啊。啊，那我们就晓得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最后的总结就是无量寿经，总归接到这部经啊。啊，那在这部经里面，下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成48品啊，48品里头哪一品最重要呢？啊，这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第6品最重要。第6品是什么？48愿。啊，48愿的48条，哪一愿最重要？昨天我们读过，这都是古来祖师大德们所说的。第19愿就超越了华严法华了，20愿又超过了19愿，18愿呢又超过了20愿。18愿是什么？生念必生，就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最后跪的时候，跪到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啊，如果真的有人问你，什么是佛教啊？你可以给他说南无阿弥陀佛。他不会懂。什么人懂呢？诸佛如来都点头。你答复的一点没错。这个名号意思不得了啊，不可思议啊，深广没有边际啊。啊，18愿就是一句名号啊，啊，就是往生论里面讲的一发句啊，这清净句啊，啊，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得解释的，什么叫清净句？你看这一句名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你这还得了吗？啊，所以这部无量寿经真的全经48品字字句句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即实相，啊，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无为法身。自性所生所现，八识所变，啊，这个里头千变万化，那是识的作用。大乘教里的佛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随着你的念头在变，千变万化没有止境。啊，这些道理，我们初学的时候也很困惑，啊，怎么会没有个止境？啊，我想了很久。想到什么？小时候看碗里万花筒啊，他们送我的万花筒啊，构造很简单，里面3片玻璃，几片不同颜色的碎片啊，你在这里转啊，你把它转动，
你在里面看，不会看到两个相同的画面，啊，千变万化，连这个东西都把这个道理显示出来了，那佛给我们讲大宇宙就像这个样子，不是人有在那是怎么样设计的，没有，与上帝没关系。啊，与创创世主没关系，与佛菩萨也没关系。自信法而如是啊，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就跟法华同万化同，不停的在转变，就这么个道理。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你千万不要被他迷了，你被他迷了就上当了。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在十法界里头，就是被迷了，迷而不觉，所以出不去了。故要解云，欧耶大师的。啊，他在要解里面所说，能说所说，能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这一部经，能度所度，能度是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跟方法，所度的是六道众生，啊，能信所信。问题我们能不能信？这一部经典里面所说的啊，理论与方法包括境界啊，我们依照这个方法理论去学习，将来得什么样的结果，深信不疑啊。啊，能愿所愿的，我们要发愿的。能发愿是自己，啊，是自己的心，一定要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啊，所以净宗学会当年在美国成立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缘起。提出修学的纲领，啊，纲领里面五个科目，啊，第一个科目《观无量寿经》里面的净业三福，啊，这是净宗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是我们修学所依靠的，第一个依靠的。重要啊！只有三条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我就把这一条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孝亲尊师，怎么做法？弟子规落实了就做到了，从这里下手。慈心不杀，这里都讲因果的教育啊，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就行了。后头一句十善业道经啊，修十善业，儒释道三个根啊，也不是随便说的，有根据啊。啊，这一条人天法，
你能把这一条做到了，你决定不堕三恶道。第二条，这小乘法，这才入佛门。头一条没入佛门呐，世间法了。第二条入佛门，有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矣。我们从哪里做起呢？从沙弥律仪做起。末后一条是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这个因果就是指念佛成佛，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深信不疑，不是指别的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后头这一句是叫你要帮助别人，你自己修好了要帮助别人，自行化他。所以三福总共十一句，前面十句是自利成就自己的，最后一句是利他，你也得帮助别人。这大乘教佛在后面讲得很好啊，这三条是三世诸佛。那换一句话，就所有修行成佛的人，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都要依这个三条。这个三条是总纲领、总原则，敬业正因呐。修觉正经的正因，我们是以这个为基础啊。第二个六合，与人不能和睦相处，不可能往生。就是六合经。第三个科目三学。戒定慧三学，第四个科目六度，第五个科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就是五个科目，净宗同学必须要学习的。科目不能太杂，不能太多，杂了记不住，功夫就不得了。越少越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在人间，心行不违背这五科，这是真正的敬业行人。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这能愿所愿呢，能持所持，能持是我们自己这个心，这个十八愿里面讲的至心信要，心心回向。所以念佛法门呢，古大德说得很好，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用不着特别回向。为什么呢？你每一念都是回向，它叫心心回向。我们每一句跟阿弥陀佛都相应，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念阿弥陀佛，我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你看那个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师里面说的多好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这西念佛，西念法师上中峰禅师说的。啊，这个人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能假得了吗？啊，修其他法门要做回向，这个法门不要。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把这些佛号失掉了，跟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就脱节了。所以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要净念相继，相继就是念念不断呐。啊，我们这一念，阿弥陀佛那边就收到啊。这我们这像个发报台一样，这电报资讯发出去，那边就收到啊。啊，这真的一点不假。啊，不要跟别人联系，只是跟阿弥陀佛一个人联系。啊，我们就决定得生了。啊，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摄相正因之所因。这个法门还得了吗？啊，摄相给你印证，你就是摄相。啊，摄相是什么？是真实智慧。你干这个事情，你真实智慧，这一点不假。可见入此门中，净土法门，一一皆入实相。入实相就是明心见性，故所会真实之力，真实之力是见性成佛，莫过于此。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不就见性，不就见到佛了吗？现在没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有没有见性成佛？有，一念相应就是一个见性成佛，念念相应就念念见性成佛。这段讲的真好。啊，我们再看幕后这句经文，难知难见呐、啊。如有昙花，稀有出现。我们在六道，在十法界里头，遇到这个法门，可不是容易事情。啊，这桩事情啊，我们要多多去想一想。你看今天，我们就眼前来看这个地球啊，地球上的居民大概有65亿，65亿人，有多少人知道有佛法？这世界还有很多人呢，一生呢没见到过，没听说过，有多少？至少有三分之一。这一生当中不见不闻啊，那么也可能有三分之一听到有佛教，没有接触到，
啊，没往来，光听说。啊，真正听到、接触到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没有，三分之一要21人呢。啊，我们现在了解全世界信仰佛教的佛教徒，啊，大概只有6亿左右的样子。不多啊，这60亿啊，这6亿人当中，啊，就算的是6亿吧，6亿人当中，有几个是真正遇到佛法？啊，我们现在讲佛法在这个世界上有6种不同的形式。啊，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是教育，不是宗教。有几个人知道？啊，一般大多数的呢，是宗教的佛教。宗教佛教就变质了，能不能得到真实之力很难。所以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啊，台中莲社李老师每个星期讲2次经，38年没中断。1个星期讲2次，懂得一点佛法了，对，1万个念佛人才只有2、3个往生呢，你就知道往生的人真的是不多啊！啊，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有学术的佛教。啊，许多大学这学系里面拿着佛经开课程，啊，他们不念佛，他们也不会求往生。啊，新兴的有观光旅游的佛教，还有企业的佛教，有邪教的佛教，那就不必说了。所以一层一层的淘汰呀，剩下了没几个人。啊，我们才知道我们很幸运呢。啊，人生难得，我们得了人生；佛法难闻，我们闻到佛法，而且闻到正法。啊，正法里头闻到第一稀有的法门，你可是走大运了，啊，中大奖了。如果你不好好的抓住，啊，中了这个大奖，拿去赌博，一下就输光了，那就可惜了啊！啊，你要善于运用啊，那这个福报你享不永远享不尽呐！啊，所以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缘。啊，我们也是看到这个社会动乱。地球灾变频繁，啊，这个法门迫切需要，所以把《华严经》暂停，啊，把这一部经呢详细再跟同学们讲一遍，啊，我们做一次修学的分享。啊，这个经讲完之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们继续学习华严。啊，华严是大本无量寿经。啊，不能深入华严，无量寿经的味道就讲不出来。
它跟《华严经》是通的。古人称这个是中本华严，称《阿弥陀经》叫小本华严，所以真的是难知难见，只是遇到，非常不容易遇到，不容易看到。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许多同学了，想发心做一点功德，做点好事，大家都知道印经是好事，印光大师一生就专门干这一桩事情，印祖一生接受这四众的供养，他没做别的事情，他把这些供养的钱办了一个红化社，苏州红化社，他老人家办的。红化社是什么呢？就是佛经流通处，但他自己有印刷厂，就做这桩事情啊。我们要知道《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金刚经》上佛就多次的宣说，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比不上啊《大乘经》四句偈为人演说，发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那我们在佛门做好事，什么是第一好事呢？印经是第一好事。这么多经，我们印什么经啊？就这本无量寿经。为什么呢？这无量寿经是大乘经典里面第一经，不可思议。末法相后九千年呢，唯一能够度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往生解佛，一生圆满，就靠这一部经，这还得了吗？这下面有解释啊，直者欲也。慧疏曰：“佛法难闻，古云难知，你很难遇到它；佛身难睹啊，古言难见。我们今天难知，我们遇到了；难见，真正用功夫。刚才我说了，不出三年。”你就亲自见到阿弥陀佛，不但见阿弥陀佛，你跟随阿弥陀佛学习，你永远不离开阿弥陀佛。这真的不是假的。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亲近弥陀啊，接受他的教诲啊，同时也接受设方一切诸佛的教诲。你到极乐世界有这个神通啊，有这个本事啊，能分无量无边身啊，每一天出去供养无量无边佛，供佛的那个福报多大了。每一尊佛都会给你讲几句开示，你每一天你听多少佛法，智慧怎么会不开呢？福慧双修啊，到极乐世界，修无量无边的福慧。你要真正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往生极乐世界越快越好，不要在这耽误时间。这个地方环境不好，一不小心就被人
陷害了，啊，就堕落三途了。啊，极乐世界一切诸佛赞叹，啊，可见的，诸佛刹土里头，无比殊胜的第一道场是西方极乐世界。又谈话一仪啊，这是有一种翻译叫灵瑞化，此业是理，国大如泉，其味甘，无花而结籽，叶有花而难止。我们中国人叫昙花啊，昙花一现，在热带有这种花啊。我们知道这个花为什么难见呢？它开花的时候是半夜12点，你11点钟去看不到，它花没开，那肯定在12点开花。花一开之后，马上就谢。啊，你能真正能看到花全放的时候，这个时间大概只有10几分钟。啊，开完之后它就收了。啊，所以非常稀有啊，啊，很难得了。开花的时间太短了，啊！佛用这个来做比喻。般涅盘经云：“有尊树王，名优波檀，又实无花。若精化生者，是乃有佛。”那我看过这个花，我看过是油花。啊，这个地方讲的是呢，有实无花。啊，这就像说无花果一样，有果实它没有花。啊，如果看它的油开花呢，这个世间有佛。这个我们相信。世间越苦，佛来呀！佛大慈大悲，不能不来呀！啊，佛来，现什么样身份，我们不知道。他也不会暴露身份。啊，我们从理上讲，众生这么苦，灾难这么多，佛菩萨怎么会不来？肯定来的。啊，为什么不破路呢？破路，他来帮助众生就帮不上了。啊，也会把众生的学佛的心、清净心扰乱了。一听是拿佛菩萨来，这还得了吗？啊，众生巴不得去看看佛。那个佛一天到晚那么多人来看他，他什么事都不要干了，累也累死了。啊，决定不会破路的。来，没人知道；走，也没人知道。啊，这是正常的。如果说被人发现了，或者自己说什么佛菩萨再来了，全是假的，骗人的。啊，这个要是你听说的话，千万不要去看他，你去看他上当了，
假的不是真的，真的身份暴露马上就走，那真的啊，在佛教典籍里面有记载啊，确实有暴露身份，但是身份一露就走了啊，一再见不到他了。啊，不是佛菩萨，自称为佛菩萨，这叫大妄语。大妄语在戒经里面结罪，是阿鼻地狱，是冒充佛菩萨，欺骗善良的信徒，这个罪过重啊！啊，罪过虽然重，有没有人干呢？有，真有这种大胆妄为的人，这些人大概都是不相信因果的啊，他来欺骗众生啊。那么常常读经的人啊，经典里面讲得清楚啊，这不会上当啊，不会被欺骗啊。佛菩萨没有，是真有啊，偶尔示现啊。我们也看过很多报道，空中示现的，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很多人看见的，几分钟就没有了。这也是大慈大悲，帮助人产生信心的啊。缘成熟的时候看到啊，我跟诸位说，我听说过，我没见过啊，有很多人见到过，告诉我，可是我自己没见到过啊。我从理上来推断的，有可能文殊现宝藏经里面说，无佛事有时无妄啊。涅盘经里面讲的，若有花呢，这个世间有佛啊，有这么一个感应啊。又出药经也讲的这个问题，数千万劫时时耐处，群生见化了，谓曰如来讲处。那么从这经上所说的，我们能想象到，优波昙华决定不是一个种类啊，应该有很多种类的啊，有芥子的，有不芥子的。啊，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有这个花啊，这些地方气候不一样啊，好像在这个北方没听说过啊，南方有，热带有，也就是这个温带亚热带，这个马来西亚的那算是热带了，靠近赤道啊都有，像澳洲啊也有
啊，它在这不同的地方啊，它这个土壤气候不一样啊，我相信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啊，有些昙花是年年都开，啊，但是就是开的时间非常短暂，啊，而且都是在中夜，啊，在晚上12点。是居上注经，可知此花稀有难逢，啊，不像一般的花了，我们常常能见到，开花的时间长。啊，容易看见，这比较上不容易啊，稀有难逢，于有佛事啊方时出现，故以遇佛之真实教法难知难遇。最重要还是这一句，用它来比喻佛的真实教法太难了。啊，在现前宗教里面，这个宗教的佛教里面几乎就看不到了。啊，只看到经典。啊，经典有，现在印刷术发达。啊，那我们这个小团体印诵的大藏经差不多就接近10000套了。啊，经典有，没人学习。不但讲的人没有了，念的人也很少了。啊，所以这是佛法衰的现象。啊，我们知道佛法在法界虚空界里面是主要的教育，是重要的教学，是无与伦比的教化。这么好的东西，应当要发心续佛慧命，利益众生啊。啊，用什么方法去落实呢？一定要靠自己，不能靠别人。靠别人你会大失所望。要劝自己认真学习。啊，把自己所学习的心得与别人分享，让大家都能得到利益。啊，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我们要利用这个好的工具。啊，有这么一个简单的设备，如果有网络很好，啊，许多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听到、看到。啊，没有网络，我们把它录下来，做成光碟。啊，到处散发给有缘的同修。那你在这个世间你就没有白来了，你来到世间这一趟啊，你在红船如来真实教法难知难遇，你遇到了，这是多么可喜的一桩事情啊！你是遇到这部经这个法门，你认真去干，
只需要三年的时间，你就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你说你多幸运啊！你真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你得要知道，你把这个世间东西舍得干干净净。最难舍的情执，难舍能舍，难得能得，啊，得的是什么？得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哎，难舍能舍，难得你才能得到。你这里不肯舍，那边就得不到了。啊，经不能不多读，不能不多听。为什么？多读多听，慢慢明白了，慢慢觉悟了，你真的就放下了。啊，不再干傻事了。啊，认真努力呀，去修行了。一生成就，你是多圆满啊！经，这个经是释迦牟尼佛在世开这个法会讲这部经的第一天，是今天。因阿难之问，阿难带我们起行，开世尊之本怀。啊，我们中国人叫开怀呀，欢喜呀，无比的欢喜呀。为什么？众生学习净土，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缘成熟了。这是无比的欢喜，为什么呢？这个缘成熟了，这些这一批人的时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啊，其他的这一些宗门教下，成佛要费一段时间的，没有这么快呀。你看，一品烦恼未断，下下品往生，十二级自己证得。阿惟越知，那没证得之前，阿弥陀佛加持我们，也等于阿惟越知，太稀有了。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再找不到这个法门。啊，我们同学在一起，你说这是什么样的福报啊？今天我们居住地球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是什么样的福报？啊，我们今天的心情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开怀。写弥陀之宏愿，啊，阿弥陀的本愿就是要读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六道众生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这部经里头的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转述给我们听，所以第六品字字句句是弥陀自己宣说的。那么其他的这些品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赞叹佛菩萨净土殊胜无与伦比，让我们起向往之心呐！所以释迦乃将此真实之法和盘托出普利群生像我们客招待客人我们连盘子都端住了，好东西全拿出来了，一丝毫这隐藏都没有全部都拿出来了。说其他一切经都还有保留，为什么？这个最好的要保留，没显出来，这个拖出来就没有了全部都拿出来了故赞阿难曰：如今所问多所饶矣赞叹阿难，你今天这一问呢，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能够令无量众生呢，这个有缘的众生呢，听到接触到以这个修行，一生圆满成就而且这里面至少有一半三年成就的我说这个话是有根据的，净土神仙录往生传你展开差不多有一半是三年，绝对不是三年寿命到了，而是三年功夫成就了还有寿命不要了，我先去这样走的这桩事情过去有人问过，他们读净土神仙录读往生传来给我说，是不是这些人正好三年寿命就到了，我给他回答没那么巧，如果是少数人几个人那可能是巧合，那么多人这个巧合讲不通只有一个道理，他寿命不要了，像云阔法师明显的例子，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好好念佛，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云阔法师跟阿弥陀佛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阿弥陀佛同意了，好吧，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三天之后无疾而终，真三天走了所以从这个明显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很多很多人寿命还有不要了，早一天到极乐世界，早一天亲近阿弥陀佛这是真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